Hello， 大家好，我是旭。那在今天直播中，我像局长一样，基本上是用土法炼钢的方式为大家整理出了我们伤害大概会在哪个部分。那我算了三张纸，好了，后面是乐谱啦，后面是我自己的乐谱，好，后面是我自己的乐谱，好不好？不要说什么，我都用纸的，浪费纸张。三张计算的纸啊，土法炼钢的方式。那我最后的计算结果就是伤害分虽然总伤害在213,502,1330跟215,543,832之间。那还有一位Benson591 他说CF 的城市码最大极限会是让人计算在2147483647、所以他认为说总伤害分的极限分是在214,748,3647的伤害值。那相信对于一些愿意拼牌的玩家来说，这应该是一大福音。但是我相信，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人像我们一样，愿意这样土法炼钢啦。就是反正大家分数到了，就应该就会给过了。所以，在这边跟各位报告一下，我后来花了2小时的时间，去计算出了这个东西。所以，拜托大家喜欢我影片就按个订阅、按个分享、按个赞，让大家知道好不好？就是大家拍张加油。那我们自己的打法，大家还是加油自己想。我只是帮各位计算出一个伤害的极限值。那详细的打法，一样不要问我，我是不会透露。虽然我大概知道打法，那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正确的。那就算要我透露，应该也会跟之前团战一样，会故意给一点错的东西，可以让你们自己去调整啊，好不好？那就差不多是这样。那喜欢我影片就按个订阅，喜欢就这样子帮我分享出去哦，拜拜。